大家好，我是南妹。春天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山药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营养。起锅烧油，油热后倒入葱花翻炒，炒出葱香味儿。炒香后倒入西红柿丁翻炒，把西红柿炒出汁水。炒好后，根据家里的人数，往锅里面加入足量的清水，然后开大火烧开。水开后，再把山药疙瘩下入锅中。下锅的时候一定要像视频中这样分散着下，不然一股脑的倒进去都成坨了。全部下入锅中以后，用勺子搅动搅动，让所有的食材受热更加均匀，然后开大火煮三分钟。时间到了以后，把青菜段加进来，炒好的鸡蛋碎也加进来，用勺子搅动搅动。接着加入一勺食盐，一勺白胡椒粉，
一勺香油，用勺子再次搅拌均匀，这小味道蹭一下就上来了，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。我们给它盛出来，装入大碗中，美味继承。这样一道汤鲜味美的山药疙瘩汤就做好了。常吃山药还能健脾养胃，特别是早晨做给孩子们吃，营养又美味，真的是太香了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点我头像可以观看更多的家常美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